我係咪今日尷尬咯嘅整蠱嘉賓啊？係啊，好攰啊，我已經。預備三，我未開始，快啲翻。係咪好辛苦？我都覺得好辛苦。唔係，佢講唔到嘢啦，而家已經。係辛苦嘅。假嘅啲機，今日打陰影打出嚟嘅啫，個奶都係假嘅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CS 实验室的三妹，我是波仔，我哋真的好耐冇做过运动啦，日月 battle 一下，看看我哋三个哪一个的体能是最犀利的啦。三个我哋得两个啫，仲有一个去咗边度？迟到，迟到之鬼，我哋梗系要大大力惩罚下佢啦，大大力打佢，啪啪。Five minutes later， 欢迎。遲到是有懲罰的，我打我打個關鈕俾大家睇，我唔識路啊！你係咪真的會打關鈕先？我唔係，我唔識嘅，我唔識。第一個懲罰就是要打 pat pat 啦，首先你突個 pat pat 上嚟，係啦，跟住咧第二個懲罰咧就是要做60秒的平板支撐，哇！夠60秒都要儲夠60秒出嚟，冇錯。阿坤啊，對唔住大家，我真係唔識路，好難啊！點解屯馬線大家會咁興奮？屯馬開通真的好嚟啦！想戰場啊！好攰啊，我已經。預備三，我未開始，快啲翻。一二一，開始。好攰啦，我已經。哦，加啲靚啲嘅後肢，哇，好辛苦啊！我俾個機會你睇一分鐘講完一個笑話。有一日，小明咧就發現自己其實有三粒高丸喎，佢就唔知點樣開口同佢個 friend 講啦，咁佢就問佢個 friend， 哦，怎曬？你知唔知其實我哋兩個加埋係有五粒高丸啊？佢個 friend 就話：嚇，乜你得一粒高丸㗎咋？丸，記唔記得？哦，好攰啊！喂，可以咁高，四、三，但系條腰又唔可以咁低哦。一，我出曬汗啦，我唔得啦，我哋拍完啦。嘿，嚟到第二個 mission， 我哋就做 leg press 啦。但系咧動作方面，我哋可能姿勢未必做得啱噶嘛，所以我哋請 Chester 教練咧教下我哋正確姿勢應該點樣做啦。你好，做 leg press 好簡單嘅啫。嗱，首先我哋坐喺度先啦。咁通常我哋咧正常嚟講，將腳板上去以後咧，腳尖、膝頭哥、膊頭成翻一條直線，咁就絕對唔會有問題啦。但係記得一樣嘢，我哋發力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用腳尖發力，一定用腳踭。咁用力嘅時候呼氣。腳踭發力，呼氣上，去到唔好鎖膝頭哥，微曲得噶啦。咁你先用一個肌肉力。如果唔係變曬用緊啲關節力嘅時候咧，就容易整傷。吸氣落，落到過90度，咁就 OK 啦，唔使夾硬。用力呼氣上，吸氣落，呼氣上，吸氣落，令到自己隻腳可以撐到自己兩倍體重咧，其實你隻腳嘅肌肉量已經好好噶啦。平時做一半體重。唔緊要，咁咪慢慢用力呼氣，腳踭硬住佢。用腳踭發力，唔好用腳尖。好。咁盡量唔好俾佢夾埋。一二三，呼去上。一二三，會唔會重啊？重。得唔得啊？二，記得呼氣，吸氣落，八兩下。完成。冇問題，可以加重。第一句教你講乜嘢？完成，跟住可以加重。一、二，呼氣上，唔好咁快，慢慢做。二，哇，都好輕鬆。係喎，佢行開山嘅位。好四，波仔係長期行山。五，六，第一 ，last one， 非常輕鬆。我哋可以。OK。係咪就一輪？之後再下一格，雖然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會唔會輸俾阿布，但係我覺得我要嘗試一下，人就係要挑戰，人就係要進步噶嘛，係咪？嗯，嚟，自己都講完啲勵志嘅説話就開始嚟啦。我一定會過去做呢個 pat pat， 因為我 pat pat 真係好扁，所以我一定要練個 pat pat。誒，十下啦，噠噠。居然係輕鬆，好輕鬆啊！我唔係做開運動，大家唔好有呢個做開運動嘅印象吧。做開跑步，喺大家嘅心目中，你就係做開運動。我唔係，我著瑜伽衫就係放收屎咯。唔知點解個個會咁樣諗咯。但其實我真係做開運動嗰個咯，我真係純粹戇鳩嗰個咯。最後的挑戰要做什麼呢？就是做背，但是做背就最容易做錯，所以這個時候當然要教練教我們啦。噠噠，你好你好。Leg pull 最主要是做背闊的位置，張凳坐低先，你們做好那個位置。這個位置 suppose 應該鎖死個大髀，等你大髀不會動的，你就借不到力。直巴的最長的最盡的位置就 OK 了。拉下來先，記得手指弓放在外面，不要揸實，因為當你揸實的時候很容易沒有前臂。
咁你變咗前面就好攰啦。用力呼氣嘅時候，唔係就咁拉佢落嚟，這個就要用手力，就連到個背脊嘅。做嘅時候沉肩，肩頸要沉低先，鎖住個背脊，手踭指住個地下，到心口位咁就 OK 噶。兩邊架底夾實嘅，用力呼氣落啦，吸氣上。上去嘅時候咧，唔係放直隻手上，上去嘅時候係將個背脊放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。記得唔好坐咁前，如果唔係會撞頭。唔難嘅，好輕嘅啫，11kg。我想講好易啊，但係其實咧，孤單嘅動作好容易做錯，即係你可能會記得沉肩啦，喺度扯入落嚟，放嘅時候咧，你好攰就會噗咁樣抵住上去。一做錯唔係柒嘅問題，係你會受傷。整傷自己。係啊，同埋你會練錯咗第二嚿肌肉，可能本身諗住練胸或者背，突然之間練咗第二度。係啊，本身想練倒三角，結果變咗一個三角形。用力呼氣嘅時候，第一個時間要做嘅嘢，將個肩頸沉翻低先。沉低，落系入呢个位得啦，落去用力呼气，停一停先 ，feel 呢度两边架底夹实 ，feel 到呢两个肌肉，啱嘅时候挺胸收腹，慢慢上去，挨翻前个人，因为你挨后咗嘅，系啦，等阵先，唔好拉住，唔好拉住，用个肩颈沉低咗先，哦，啊，一夹落去咪就系咯 ，feel 到呢个位 ，feel 到，系啦，越慢咧容易 feel， 因为背脊真系好难控制，因为你永远都唔会照镜都唔会照到个背脊，落沉，用力呼气。沉低佢呢兩個位夾實佢，係啦，啱嘅，慢慢抽呢個位上去，打翻開個背脊，冇錯，八兩下。唔係，其實我係做到噶。兩下，三下，挨翻前佢上嚟嗰陣時候，哦，兩下，慢慢挨前，好，最後一下。好難啊！佢好多，係咪啊？好多細微嘅位置要。係啊。我 care 唔到咁多，因為點解咧？上身和下身嘅分別，上身有五 part 肌肉，下身得一 part。哦。咁所以相對上去控制嘅時候，你咪好難去控制。我好難 separate 我要用嗰一組肌肉。尤其是隻手好容易會用到。因為想借力。係啦。恭喜 Yumi 成為今日我哋 CS 嘅試日規佬，都唔係試日噶啦，九規佬，九規佬啊，實至名歸啊！我已經預咗會得到呢個獎噶啦，耶！多謝大家。即係做規佬咧，之後就唔可以食咁多嘢噶咯喎，唔准食韭菜餅啊！佢今日勁想食韭菜餅，食咗幾日。頭先拍咁我就好努力咁樣啦，快啲食嘢，快啲食嘢。不如咧，我哋頒完獎之後就請 Chester 教練出嚟同我哋講解一下，究竟女仔做 gym 或者男仔做 gym 有啲咩需要注意啊？好，有請教練。你好，你好。即係男仔做 gym 或者女仔做 gym 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？女仔做 gym 先啦，女仔做 gym 通常咧好多女仔都會話好驚大隻。我好驚大隻啊！我唔想咁粗啊！係啊，我唔想手臂咁粗，係啊，我驚練背會好橫咯。係嗱，我哋男仔去練健身嘅時候咧，肌肉嘅增長嘅幅度一定大，一定快過女仔，下身一定係高，重量一定輕嘅女仔做，咁變相令到肌肉密度高嘅啫。其實肌肉密度高，其實個線條感就靚啲。咁睇下你哋想係有啲人，因為有啲女仔都會中意大隻嘅。先要睇翻衡量翻每個女仔嘅要求，但係千祈唔使擔心話會好大隻，因為女仔係好難先大隻到嘅，除非你真係好俾心機，日日不停係咁做。我都想問一下，即係有關疫情有冇話對你哋嘅 gym room 有啲咩影響啊？咁樣噶？哇，非常大影響。我諗呢三年裏邊嘅疫情嚟講，我哋其實我哋自己呢間咧就2019年八月開嘅，咁佢就喺2019年八月到而家呢一刻咧，其實都停咗我哋一年嘅時間 total。咁所以其實就算我哋 even 做得好好都好啦，因為個疫情嘅關係，佢令到我哋其實係捱嘅，真係捱，係捱翻嚟嘅。啲咩想同香港人去講咧？唔好咁易放棄。香港人相比起其他國家嘅人，非常之勤力，呢個係我覺得真係。所以千祈唔好咁易放棄，我係其中一個咁解。你係真係一個永不放棄嘅香港人類。一定要有目標，咁就唔會放棄噶啦。好，咁今日呢集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，希望喺香港做 gym room 呢個行業嘅大家咧，咁多位教練啊都一齊努力，一齊去加油，堅持落去，好快就會見到希望噶啦。係啦，咁今日都多謝曬 Chester 教練啦，咁記住大家 CIS 我哋 CIS Lab 嘅 channel 啦，同埋我哋幾個 channel 啦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有咩留言，拜拜。做咗好多 pass paper 都攞唔到分嗎？睇咗好多 marking scheme 都唔知个重点喺边度，咁系因为你唔识得用 marker 嘅角度去睇题目同埋分析答案啫。我系 Kelvin Sir， 我一定可以帮到你。Kelvin Science Physics 长题目特训班
全港首创大学生进入 Marker 的思考领域，教你怎样用 Marker 角度去看题目答答案。仲想快点报名啦！落去那个垃圾桶那里啊！点解唔得嘅？点解我？我哋两队输啦今日。我喺后边嘅。我抢。喂，你条腰咩事啊，靓仔？靓女。因为条腰咧做 prank 唔可以太塌啦，跟住个 pat pat 又唔可以太高。喂。好攰啊！我想講，我係咪可以落嚟？佢要破兩分鐘嘅。我係咪可以落嚟啦？咁多位記住，你可以跳電三分鐘。CMS 我哋 CS 實驗室，你可以。然之後，如果有金主爸爸，記住揾我哋嘅 marketing 同事啊。所以佢係維他命咯，佢依家面青口唇白。屌啦！系啊，因为其实做 gym 咧，我哋做一啲运动嘅时候，好容易走光噶嘛。咁所以佢咧身材咁好咧，走光嘅嗰个机率系再大啲。但系我呢啲咧，点样走都走唔到。冇错，所以我就可以即系任意咁着。我全屋最高领嘅衫出嚟，咁样最靓嘅运动装。失恋系应该去做 gym 啊，佢可以帮你忘记你嘅唔开心。首先有零先。屌你！好，一二三，坐边。是不是肩太闊呢？現在沒有，沒有試一下坐。知不知道在辦公室裡面怎樣令同事對自己好一點？你抓住他們最正的手。好好笑啊，已經。你試試不請我吃米線，這條片就會出街。